觉得你们这要不要你闪他一下，你正常如果是往这儿方向不是，就类似于他跟着你走，我走两步，然后你再回来，你别跟着我去，先好玩一点。别跟着我了，大路朝天，我们各走一边，行不行？终于开口说话了，哼，我说呢，看你能忍多久。你这样和破皮无赖有什么区别？哎，玉林仙子那是错怪我了，我可没有跟着你，我是在等你。Round one。以前你们小学都没有背过这个吗？来一背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。你是套完这首歌还真的有这首歌？嗯，真的有这首歌。你们真的是也是这么唱的？对啊，我们老师教我们的。Round three。